回到什么家？今天是执亲主日，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家里的事吧。星期日下午4:00有性万爱行动，请受1323爱心天使及 WWJD 精兵准时出席。请注意，原定于7月18日开始的启发课程，因目前报名人数不理想，因此将延迟至8月1日才开课。请弟兄姐妹们继续邀请还未参加的灵舍或未参加过的弟兄姐妹参加。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，是让我们相信的人心里面得平安，在外面得能力，有天堂的盼望。道路真理生命，道路是你一生要走的路，真理一生所相信的东西。他以半年为年岁的冠冕，他的祝福倾到你家门前，在金光高处。主日学将招募新的主日学老师，无论你是职青、成青或是成年，只要对儿童有负担、有担当，都欢迎你向余生平校长接洽。漫游新希望二手商店将在7月15号星期六早上10点举行大促销，全场货品以低价格出售。来临的星期六下午3:30，在雅阁亭有妇女会。主题是克己中，欢迎姐妹们踊跃出席参加。周日早晨，牧师到槟城敏英堂正道，并为增建博物馆筹款，请弟兄姐妹们在祷告中纪念牧师的行程、交通和健康等。来临的星期四，牧师将到香港参加第7届世界寻道卫理中大会，请弟兄姐妹们在祷告中纪念。另外，牧师出外期间若有任何事，可联络曲树莲执事或各小组组长。愿神祝福大家，